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黄豹。我们刚刚拿到了这个保存食、紧急粮食，因为它快要过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吃这个。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加水就 OK 了。那他说它里面有一个防腐剂和汤匙，全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好了。婆婆，那个不能吃，那个危险，那个不能吃。热水或水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这边有准备热水，然后旁边那边有水。现在只热水。热水。怎么线嘛的？哎呀，等15分钟啊！对，二十一分了。这个要等15分钟哎。混ぜねんてでも、混ぜて。よく混ぜて。よく混ぜて。はい。じゃあ。15分。水の場合は60分。はい。15分。15分。OK Google， 15分後教えて。那现在呢要等15分钟，它这个是长期保存食，可以收藏很久，它没有写可以用多久，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到7月，所以快要到期了。然后呢它这里面有260克，260克它写大概是2碗的分量，所以呢这个是在灾害的时候可以吃的。然后这边有写是阿鲁发欧科梅，阿鲁发科梅的那样阿法米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可以用水，也可以用热汤。用热水的话是15分钟，用水的话要1小时才可以吃。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热水，所以等一下就可以吃。那我这个我也来做一下试试看，可以使用的汤匙，这个防腐剂拿出来。那它的米就是他说说的这个阿鲁法，它这个米跟真的米看起来不太一样。有点碎碎感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看起来蛮有趣的。闻起来呢，有点像麦片的那种感觉。那里面是有米，还有一些它的香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哎。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我这个来加水，搅一搅，搅一搅，再把它盖起来，等就好了。在等的时候，先吃一下别的小菜。你看哥哥吃的是这个，上次我们装便当里面有剩的黑豆，好厉害哦！妈每次黑豆对不对？太厉害了。波波呢？你吃什么？吉古阿吗？还有呢？芹菜跟黑豆吗？这个妈妈，还有黑豆妈妈哦，好吃吗？Celery 也是哦，你喜欢 Celery 吗？大概15分钟到了。哇，真的不欢迎啊！真的吗？看一下。哇，是不是嘞？哇，大盛りすぎる，よいしょ。哇，ポポちゃんどうぞどうぞ。はい。めっちゃご飯やな。好吃吗？これが非常食やったら、これで7日過ごせって言われても全然嫌じゃないな。多分普段白米に慣れてる人からしたら、違和感あるんかもしれんけど、メイラもともと雑穀米とか入れてるやん。美味しいよ。キノコご飯。打開了，里面长这个样子，一样吗？这样的。一样吗？一样吗？めっちゃ冷たい。めっちゃ冷たいことないやろ。
それ全部作っちゃう？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跟我们平常吃的差不多哎，还蛮好吃的哦。妈妈说这个真的叫我们吃七天，好像真的没有问题，真的可以吃七天，味道不会很浓，不会很咸，然后呢，就是一般的那种炊饭，适合这个。上次我的过期了，没有，就新买了一罐这个了。2023年，这个应该很搭，新的。哦，这个要吗？这个非常食，保存食配上这个甜辣酱试试看。配上甜辣酱超级好吃，一定要配甜辣酱。好吃吗？你喜欢吗？这不知道多少钱，而且哪里有卖啊？四百五得了。这普通超市也就有卖了。以后如果我来日本玩，如果你对那种灾害有这种防灾的观念的话，大家可以买一个回家。一个可能不够，要买好几个回家。我们上次在好事多买那个很重的那个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？これ25袋セットで7625円。1個305円。んじゃあ、そんな高くないやん。还好、这一包300多块。好像也可以。そんな高くないな。那、所以下次有兴趣的可以在日本超市找我看看吧。まあ、買うべき。305円で、あんなにコンパクトやったらいいよ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吗？泡泡好吃吗？好吃。现在呢是隔天早上，我用这个用水，昨天是用汤热汤热水，只现在用的是冷水，用了泡了一个小时之后呢，它出来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它这个是保存食嘛，灾害的时候，所以不管是热水或者是冷水都可以，冷水要一个小时比较久。那味道呢就没有像昨天用热水那么好吃，可能用热水呢这样子把它包起来之后，它有在蒸，有一点热气把它蒸，所以用热水泡的吃起来会比较好吃。这个呢就味道比较没有那么好，不过还是可以吃的。所以呢用这种保存食灾害用食品还是用热水会比较好，大家就把它努力吃。